么可以不退初心？请老和尚开示。因为你念的时间越长，没得到实际利益，你能不能回顾一下为什么没得到？因为你没付出，你当初付出的不是实在的，你信的时候没有够能得到的程度。当然了，你付出不够啊，会得到的就不够。你不短的时间你间断没有，是不是真心？有没有二心？你看任何佛经上讲的一心，因为你啊三心二意，所以你没有得到，好像没得到。为什么呢？你自己做的不够。